大家好，你们，今天我很兴奋，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台湾，有怎么说去那个 hairdresser， 真的不知道 hairdresser 的生词。这是麦克风。对，开始吧。跳楼。跳楼。先跳，跳楼。跳不了。还有中山帮我，最棒的天。So it's for your mom in England. Hey, 你好，妈妈。Hey, mom. As you can see today, I'm getting my hair done. It'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've gotten to do it, so it does make me miss those days when we went together. I hope you're doing well in America. 我爱你，妈妈。现在 Ariana is doing bridge section.大家好，我是中山，我今天来到了中山スーパー中山18ってとこに来ました。ルイさんです。ハジョブチェン。然后 YouTuber 的アリアナさんです。アリアナ、你现在干嘛？现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 egg hair right now。 对，现在我已经很累很久。And then, 今から髪切っていきます。我要剪头发。走吧。啊，不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开心吗？啊，很开心。耶、yeah。哇哦，好看。我要的。怎么样？哇，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在美国已经忘了怎么说。可是我去过那个 hairstyles 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一直让我不高兴。其实我第一次非常高兴，真的，真的。So here, oh my god， 非常喜欢我的头发颜色，谢谢你哦。瑞桑，谢谢。谢谢，你太棒了。他的 Instagram 是在上面，请你们看他的 Instagram。然后，如果想要的话，跟他联络哦。哇，好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差不多结束了，辛苦你们。哇哦！耶！
但是我每天这样做不应该不行吧？很努力的。谢谢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请你们按赞，然后订阅哦。还有他也有他的频道，所以继续看哦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ここの情報ここに最後置いておきますので、よかったら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。ルイさんでした。インスタここです。それでは、バイバイ。真的追的，他做的非常好，所以啊，谢谢。如果你们想去看一个 Ruben hairstylist， 我真的真的觉得你们一定去哪里。耶！谢谢你今天来的。谢谢。那我们走吧。Let's go。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！记得要看，要记得按赞，然后要。